阿贝在店里到处逛来逛去，但他却趁机支开店员，跑进办公室里偷走现金。店家发现钱不见，立刻报警处理。原来这名阿贝到台北市一间佛教用品店要买佛灯，没想到看到店家办公室里放着皮夹，竟然起了贪念，支开店员。趁着店员不注意，偷偷跑进办公室里，拿走皮夹里的10000元现金，立刻落跑。店家发现钱不见了，赶快报警。警方调阅监视器，最后将人通知到案。带你来听警方说明：锁定陈姓冠窃嫌疑重大，全案讯后一窃盗罪已请台北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。警方侦讯完毕，将阿北一窃盗罪嫌已请地检署侦办。